香港的大熊猫家族拥有六位成员，令到香港成为中国内地以外少数拥有四只以上大熊猫的城市。大熊猫一直是海洋公园最受欢迎的动物大师。香港大熊猫家族二十几年来已经接待过来自本地或者世界各地超过5500万人次的访客。国宝登场，再次引发熊猫热潮，而熊猫经济更加是蓄势待发。但是其实香港在动物保育上一直同世界接轨。本港早在1976年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全方位推动保育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海洋公园更加连续第五次获动物园及水族馆协会颁授为期五年的认可资格，表彰它在保育、动物福祉、教育、科研和康乐等领域的贡献。大熊猫固然是吸引世界各地访客的重要使者，而动物保育工作更加是香港连接世界标准的重要桥梁。拥抱中西，迈向南北，团结香港，联通世界。